这个地方有七款酒，每一个酒随意倒，任意一杯酒我都能闻出来。好的，七款酒。好香啊，这么远都闻到了。我也闻到了。好的，我完成了。陈老师可以开始第一杯。这杯是董香型，产自遵义，贵州遵义，54度。董香型54度，贵州遵义。他都没喝呢，他就真的是闻呢。这个酒是产自贵州茅台的酱香型，53度。53度。哇，非常笃定。这个是产自山西杏花村的清香型，9度，42度。这个有点难。这个是产自广东石湾的，叫豉香型酒。豆豉的豉。哎。听风知道豆豉的豉。29度。